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二季上演第三次公演，最催泪的表演当属那英组的逆光。当那英、杨钰莹、张柏芝、胡静、王鸥身着仙气飘飘的白裙演唱，记录他们这些年成长的照片一幅幅播放，令不少陪伴他们一起走过那么多年的观众都泪奔了。今天番茄红了要讲的是乘风破浪的姐姐。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击视频下方的按钮订阅我们。在那英组的五位姐姐中，四位都是娱乐圈的颜值天花板级美女。这是杨钰莹和亲姐姐杨晨丽小时候的合影，杨钰莹就像个精致的娃娃，少女时代的杨钰莹更是甜美极了，五官和气质无可挑剔。杨钰莹如今已经49岁，但说她20加也有人信，完全是逆生长了。中英混血儿张柏芝小时候完全是个洋娃娃，微微一笑就能把人的心都融化。这是张柏芝10岁时的证件照，什么叫天生励志男自弃？这就是40岁的张柏芝已经是3个儿子的妈妈，她依旧是颜值最高的浪姐之一。胡静的童年照一出，惊艳到了不少观众，真是一个眉目如画的小美女。42岁的胡静和13岁的自己同框，令人感慨岁月从不败美人。38岁的王鸥也是从小美到大，她8岁时眼睛就会对着镜头放电了。13岁的王鸥有点婴儿肥，是一枚元气满满的美少女。和以上四位顶级美女相比，53岁的那英在娱乐圈里一直都不是靠颜值吃饭的。现在很霸气的那英，3岁的时候也是个软萌小可爱。这是那英和姐姐那心小时候的合影。长大后，那心成了那英的经纪人，那心还是中国好声音、蒙面唱将等综艺的创始人，姐妹俩都是女强人啊。放出这么猛烈的回忆杀，那英组的五个姐姐全员晋级第4次公演。这五位姐姐同组确实是活久见的世纪同框，张柏芝还为那英献上甜蜜一吻。参加第3次公演的浪姐都是从小萌到大，番茄红了这就来晒晒部分浪姐的童年照。董洁、陈妍希、弦子、贾青这四位姐姐被淘汰，十分令人遗憾。40岁的董洁小时候是个呆萌的小卷毛，圆溜溜的眼睛非常有神。这是董洁和爸爸的合影，董洁确实是个小美人胚子。陈晓曾经发出老婆陈妍希小时候的照片，肉嘟嘟的小脸好想捏。这张少女照和现在陈妍希的神态一模一样，是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没错了。弦子和少女时相比变化也不大，可证明是原装美女。唱跳俱佳的杨丞琳踢馆成功，却得知了好友陈妍希被淘汰的消息，当时就泪崩了。这是杨丞琳小时候和妈妈的合影，算不上会让人眼前一亮的小女孩，但杨丞琳是女大18变，越变越好看的类型。16岁演《流星花园》的时候已经很美了。看完这些浪姐的童年萌照，真想感叹一句，凡事过往皆为序章。如今姐姐们已经30加、40加甚至50加，童年的模样早已远去，成为温馨的记忆。看到他们小时候的样子，再对比现在熠熠生辉的样子，令人惊叹勇敢追梦、超越自我的女性力量。